聊斋志异第十一篇。这是小羊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聊斋志异，蒲松龄著，第十一篇。王成。王成，平原顾家子，姓醉兰，生涯日落，为盛破屋数间。与妻卧牛衣中，焦折不堪。时盛夏愈热，村外故有周氏园，想与近亲围存一亭，村人多寄宿其中，王亦在焉。既晓睡着进去，红日三竿，王拾起，君寻欲归。见曹寄金钗遗骨，时视之，捐有细字云：“宜宾府志。”王祖为横府宜宾，家中故物多，此款式，应把钗踌躇。忽一遇来寻钗，王虽故贫，染性戒，俱出受之。遇袭，即赞甚德。曰：“钗之几何？先夫之遗则也。”问：“夫君依谁？”答云：“故一病王见之也。”王惊曰：“吾祖也，何以相遇？”遇亦惊曰：“汝即王见之之孙也？我乃狐仙，百年前与君族前权，君族末，老身遂隐，过此遗钗，视入子手，非天数也。”王亦曾闻族有狐妻，信其言，便邀邻故，欲从之。王狐妻初见，复拜叙，菜色暗焉。欲叹曰：“昔王坚之孙子，乃一聘至此哉？”又故拜造无焉，曰：“嫁既若此，何以料生？”妻引细数贫状，呜咽吟泣。欲移钗受付，使孤至前试谜，三日外请复详见。王挽留之，欲曰：“如一妻不能自存活，我在养屋而居，复何必异？”遂进去。王为妻言其故，妻大怖。王送其意，使孤视之，妻诺。余三日，国至。出数金，涤粟麦各食。夜与父共短榻，父出拒之，染察其意疏全全，遂不知疑。翌日谓王曰：“孙勿惰，宜操小生业，坐食无可长也。”王告以无资，曰：“汝祖在时，今权凭所取，我已是外人，无序事物，故未尝多取。积花粉直金40两，至今犹存。久主亦无所用，可将去悉以示革。客日复都，可得微息。”王从之，购无事于端以归。欲命去庄，计6、7日，可达燕都。主曰：“宜寝勿懒，宜急勿缓，迟之一日，悔之已晚。”王敬诺。南获旧路，中途遇鱼，一缕尽如。王生平未历风霜，委顿不堪，因暂休旅舍。不亦从从彻目，言语如绳。过宿，宁亦甚。
见汪来星人，见闹莫静，心未苦之。待之庭芜，时渐躁。尔阴云复合，余又大作，信速乃行。讲进京，传闻阁驾相贵，心窃喜。汝都解装客店，主人深习凄婉。先是南道初通，阁置绝少。贝勒府购置甚急，价顿昂，较常客三倍。前一日方购足，后来者并皆失望。诸人一顾告王，王郁郁不得志。月日阁置愈多，价亦下，王已无力不肯受。迟十余日，计时耗烦多，备役又闷。主人劝令监狱，盖而他徒从之。亏资十余两，悉脱去，将作归计。其事囊中，则今亡矣。今告主人，主人无所为计。或劝民官，则主人长。王叹曰：“赐我数也，与主人何有？”主人闻而得之，赠金五两，谓之时归。自念无一见祖母，跌堕内外，进退为谷。世见斗淳者，一读者数千，没事一淳，横百钱不值。亦忽动，计囊中资，仅贮饭淳，以伤主人。主人即怂恿之，且曰夹欲饮食，不取其职。王喜，遂行。购淳应丹，复入都。主人喜，贺其速寿。至夜，大雨彻树，天明，渠水如河，林林犹未休也，俱已殆晴。连绵数日，更无休止。其事隆中，淳见死，王大惧，不知计之所出。月日死愈多，金鱼数头，并一龙四只。今素王亏，则一淳仅存。因告主人，不觉涕堕。主人亦未扼腕。王自度今见王归，但欲觅死。主人劝慰之。共王视淳，审帝之曰：“此事应悟，诸淳之死，未必非雌之刀杀之也。君侠义无所事，今拔之，如其良也，独亦可以谋生。”王如其教。既寻，主人令持向街头，独酒食。淳见甚，辄饮。诸人喜，以今寿亡，时父与子弟绝毒，三战三胜。半年许，积二十金，心意未，视淳如命。先是大亲王好淳，每之上元，则放民间把淳者入邸相决。主人谓王曰：“尽大富一刻立志，所不可知者，在子之命矣。”因告一顾，导与俱往。主曰：“拓败则丧气出耳，倘有万分一，淳斗胜，王必欲视之。君勿应，如故强之，唯余受是瞻，待首肯而后应之。”王曰：“诺。”至底，则春人兼磨于池下。卿知王处御殿，左右宣言：“有愿斗者上。”
即有一人把唇去而尽，王命放唇，刻意放，略以腾浊，刻唇一拜，王大笑。恶卿登而拜者数人。主人曰：“可以。”湘江俱登。王相之曰：“谨有怒脉，此见语也，不可轻敌。”命取铁喙者当之，一再腾跃，而汪纯杀于，更悬其梁，再议再拜。王即命取宫中玉纯，偏石拔出，素雨如露，神俊不凡。王成意馁，跪而求罢，曰：“大王之纯，神物也。孔尚无秦，丧无业矣。”王笑曰：“纵之，驼斗而死，当后而长。”臣乃纵之。玉纯直奔之，而玉纯方来，则复如怒鸡一待之。玉纯见浊，则妻如香鹤一击之，进退斜行。相持约一伏时，玉纯见泄，而其怒亦烈，其斗亦急。未几，血毛摧落，垂翅而逃。官至千人，王不叹现。王乃索去而亲拔之，自会至爪，神州一过，问成曰：“纯可获否？”答云：“小人无恒产，与相依为命，不愿受也。”王曰：“此而重直，众人之谗可治，颇怨之乎？”臣抚思良久曰：“本不乐治，故大王既爱好之，苟是小人得意始业，又何求？”王亲问直，答以千金。王笑曰：“赤男子，赐何珍宝而千金直也？”臣曰：“大王不以为宝，臣以为连城之璧不过也。”王曰：“如何？”曰：“小人把相事缠，日得数金，一生斗粟，一家食与食之，无动内忧，是何宝入之？”王言：“余不相亏，便与200金。”臣摇手，又怎百数。臣目视主人，主人色不动，乃曰：“臣大王命，请减百价。”王曰：“休矣，谁肯你900亿以纯着？”臣囊唇欲行，王护曰：“纯人来，纯人来，实给600，肯子受，否则已耳。”臣又目主人，主人仍自诺。臣心愿盈溢，唯恐失时，曰：“以辞数受，心实样样，但教而不成，则获利自大。无疑，即如王命。”王喜，即乘赴之。臣囊金，拜赐而出。主人对曰：“卧言如何？子乃极自欲也，再稍近之，800金在掌中矣。”臣归，执金案上，请主人自取之，主人不受。又故让之，乃盘髻犯直而受之。王置庄归，指家立树所为，出金相庆。欲命置良田300亩，其物作器，俱然世家。欲凿其，时成都耕，复都之，稍堕者喝之。夫妇相安，不敢有怨辞。
过三年，家亦复，欲辞欲去。夫妇共玩之，至七下，欲亦遂之。须旦后之，亦摇矣。一时事曰：复皆得于秦，次独得于堕，亦川文也。不知一品彻骨，而志性不移，此天所以时弃之而重怜之也。览中其过有富贵乎哉？王成完。